因为刚刚原本要唱 Yellow， 可是我想说，先改成两首自己写的歌好了，就是可以这样。因为有一首是那个理由的瞬间，就是在讲说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一直在飞翔，然后一直在往前进，然后可是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点却步，然后会怀疑自己到底做的是不是对的。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。大家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他还拿一个笔记本，上面有他写的话。那是那个啦，我的歌词。啊，我以为是你这样想讲稿哎。我的歌词，然后就是有时候觉得说，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一定的对错，它就是一个你要给自己找到你自己人生的一个理由。然后当你找到这个理由的时候，你就继续往前冲。等到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再来。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再去往前走。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，如果一直迷惘的话，其实应该说没有人会为你，需要为你的人生负责，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。所以只要自己给自己一个理由，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可以。对，就不用想那么多，因为我自己有想很多。不然我先唱另外一首好了，等下再调。就是，另外一首歌是叫做，就是那首写给他的，也不是写给他，就是有提到他，有关于他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方呼》。然后那首歌就是，我就是把大自然跟我们自己人类租下来的东西去做对比。然后等下歌词里面你可以听一下看。自由的风，光温暖的光，正在这闪烁着，雨洒在脸上，温暖我。着我。